算今日註冊二波方註冊成功。原業主2010年嘅時候870萬買入嚟，全入嘅低位，而家就喺呢個荃灣川龍街呢度。嗱，望住咧就外面咧，啱啱就由呢個川龍街嗰度入嚟啦。咁對面嗰時候就講緊協和廣場啦，前排唔知賣咗10億定幾多億啦嚇。咁啊 ，anyway， 入嚟呢間就講緊呢個嘅吉鋪位，就註冊成交咗堅嘅啦，就2140萬就註冊就係而家吉鋪嚟嘅，門寬就大概16尺，深大概50尺到，你見到噶啦。咁啊，而家就講緊 exactly 咧就係二波方2至8號。咁嘅大廈咧嘅地下嘅3號鋪，咁而家就吉嘅建築面積1000尺，實用大概800尺咁樣啦。市就個註冊成交咗就2140萬，深度嘅時候咧就50尺。去到後面嗰度咧，但係有個一位喺後面咁咧，樓齡已經樓上咧就大概係53年。原本業主2010年嘅時候咧，仲870萬納嚟嘅。咁望望呢度二波方咧，即係有優勢嘅。夜晚咧好多人好聚下咧，1、2、3、4啊，即係幾波方嘅時候咧都入嚟食嘢。咁啊，所以呢啲位嘅時候咧，好多時開間餐廳都幾聚人嘅。咁啊，同埋咧。就呢度前面有公園仔休閒下啦，但呢度咧就啲人就比較少啲話擺曬啲台凳出嚟，咁啊其他嗰啲嘅咩可能係三波方、四波方嗰啲啊擺曬出嚟會比較多啲。呢度側邊又望下啦，有啲嘅即係聯誼會啊，有啲嘅麻雀館啊，咁啊就呢頭咯，咁 OK 嘅，呢啲比較休閒啲。對面一個咩一品雞煲啊，幾出名下。咁啊今次咧就向住就望住呢一間嘅鋪頭。望住就係呢間嘅吉鋪啦，之前都係做開食肆嘅啦，因為你睇到前面嘅先鋒抽氣位，已經成棟大廈嘅時候就係講緊地下一樓，即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概10層高咁樣。按差物業估價處咧，平均而家嘅租值2.7厘嘅話，呢間鋪嘅話就租呢個48000搞掂啦，呢啲係實得嘅。咁大間嘅鋪頭唔差喎，大大件喎呢個，感覺5分值10分超算1分手，如果二部位唔差喎，都算平嘅，一個6分蚊，好嘅，歡迎大家，報錯報，記住揾我，成為新聞背景，創辦人李嘉慶。